但都有点打慢，对，放慢打一波。大汉外线起，自投自抢犯规。嗯，这个手好像嘟到了白煞脸上。哇，这张要站到最后一刻。对，这是黄汉的犯规了。耶、yeah ，哇！苏格尔交给白煞，白煞要突了。哦，哦。白煞这里演给裁判看，不过裁判吹的是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。哇，那这对天行者来讲非常不划算。其实这里都还好，只是后面有一个后续的动作。那王永成是把双手高举看。